这款手套一样是一个没有魔鬼粘贴扣的套手设计，那在这边呢一样有一个弹性的小三角，帮助呢你在穿戴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以及轻松，一下子就穿戴好了。手背的设计呢，它的质料是用莱卡的布料制作的，所以呢伸缩弹性好，透气性佳，它可以排汗，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非常贴合你的手，戴起来非常的优雅好看。那手掌呢，它采用的是非常柔软的面料，那是 PU 的材质，可以稳固你抓握缰绳，而且还可以达到灵活控制。手背的 logo 呢，它是采用这一条深蓝色，它会采用相同的色系去做一个拼接，然后 logo 用亮面的印制在这里。在这里有一个小手的标志，它可以帮助你在握拳抓握缰绳的时候，告诉你它就像一个指标性，你的缰绳有没有握好，你的拳头有没有朝正。例如假设你俯开是这样，有些人可能拳头手会这样子歪掉，那不行，它必须一直指向前方。那也非常适合初学者去佩戴，它可以时时不断的提醒自己。除了我手上佩戴的深蓝色以外呢，它还有出一个黑灰色跟一个棕黑色，这两个颜色呢也非常的好看。